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胜。变很帅吧？像这种影片啊，你们可能会觉得是大制作、大成本，有着专业的摄影、企划团队在背后运作。但跟你们讲一件很酷的事情，就是这个影片前前后后就只有两个人来完成，就是我跟摄影师。这边要特别谢谢一下方好，方好是我在十几年前跳舞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朋友，他后来开了一间摄影公司，他现在都在帮 rap 拍 MV。 你如果有影像需求的话，不管是婚礼摄影、形象摄影或广告摄影，都可以找到他们，他们团队的技术是不用怀疑的。而帮我拍这一支影片呢，就是他带出来的徒弟凯威。其实这支影片原本要在天台上面拍的，就是我拍 Viva La Vida 的那一支影片的场景，但我们到了场地之后发现那个地方被封锁了，我们上不去。当时候太阳又快下山，我们已经快没有时间拍了，于是我就索性的想说，那不然我们就沿路拍吧，我们就边走边拍，把台湾的景给他带进去影片里面，其实也不错。于是就有了大家看到的各种台湾街景的桥段。如果这一支影片满分是十分的话，我给自己打9.5分。但是记得我在创作者的一封信的那支影片里面有提到，像我们这种 cover song 的 YouTuber 拍这种影片都是很吃力不讨好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盈利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支持我继续创作的话，我有新开了一间虾皮的卖场要来卖唢呐，里面卖的唢呐单价会高一点，因为我不想卖烂货，但是保证你一拿到乐器就可以马上上手，因为我有专门为了这个产品拍了一个教学影片，会附在里面送给大家。无论你是想要给你的好朋友过上一段难忘的生日，或者给你讨厌的人来上一曲，都很好用。或者你也可以透过资讯栏的 PayPal 或 OFUBAR 抖内给我支持我。最后也谢谢愿意点开这个影片看的你，我是很珍惜此时此刻我可以很享受在拍影片时候的状态，现在的阿胜是完全体。因为不管在拍影片的当下还是在剪影片的时候，你都必须要有很大的原动力才能去完成这件事情。而从大家的留言跟反馈里面，我知道说这可能就是我的使命吧，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情，那谁要来做？所以不管影片能不能盈利还是怎样，我都会继续坚持的做这件事情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鼓励，因为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。那最后也希望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先这样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